二十抓这里，走到底左转。哎，内推内推内推，撞撞撞！哎，干嘛？手举高，来手举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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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吗？手举高，手高吗？手拿出来，手举高。多推一点 ，OK。四门四门，哎，进进进进。先敲对。哦。手举高，手举高，靠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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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是台北地检署指挥本分局及内政部那个移民署，还有本局刑事警察大队、特警中队等单位，针对本辖康定路某栋大楼实施封锁式的具体搜索扫荡潜入，主要是针对扫黄这一块来实施封锁性的具体。该栋是为11楼的大楼建筑物，我们是从2楼到11楼的逐层搜索，总共查获了将近31名的性工作者，还有5名的男客及祖先即同伙等，共计8名。在整栋的搜索中，将近搜索了房间将近50间。本案是针对祖贤的住处还有营业场所这栋大楼来实施同步的具体跟搜索。另外在祖贤部分，因为掌握祖贤的住处，在同步具体的时候，祖贤得知该栋大楼为警方搜索的时候，他也从他的住家后门要逃逸。经警方我们分局布置的当，在巷口拦截到他与他女朋友从家后门逃逸外出，当场逮捕。警方在此特别呼吁，假如有发现色情摄影场所，可以立刻打110，或是就近向任何警察机关来反映，警察机关都会实施的来立即的处理，甚至我们也会根据场所的特性特征来搜证，申请搜索票来查缉。